Tony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，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。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，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。 Tony 在全程只用了一只手机。 HTC One Tony Mac 热力推荐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音乐时光。我们继上一周呢杜乃迪老师示范了我们一些纳卡西跟一些爵士音乐，我们还没有讲完，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请他继续娓娓道来。乃迪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们上一周跟你聊了好多，包括你怎么样开始会对钢琴有兴趣，还有你念书的时候怎么样，就是从不是一个不是科班的转到完全就是钢琴是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据我所知你练习练得很勤，一直到现在。 对，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把自己当作小朋友一样在练琴。你每天练多久？大概至少2个小时吧，到现在都这样子维持。对 对，就不包含你上班的时间。对对对。那你练的曲目呢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水准非常的高，所以他们应该都可以知道你讲的。因为就是因为是练习嘛，所以就是那个自由空间是很大的，就是它跟工作上需要准备的曲子分开的。我如果我现在有一个，比如说有一个演奏会，我可能需要每天2个小时准备，但是我还是会另外再腾出2个小时是用来练习的。所以你说你的 pure 练习时间就是2个小时，就是 pure 练习时间，这个2个小时是神圣不可侵犯。我大概一周加起来有没有2个小时？没有，你的才华比较高，所以不需要练。那么多，那我们这种资质比较努顿就需要这样。哇，这样子真的是很棒的一种增进自己本身的一些技巧程度的一个方式。因为我们大概认为练习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案子，我要什么演奏会，我们就专门练什么曲目。那你自己本身练的那2个小时你都要一定要练些什么？自己练习的话就是说它可以保证你的成长，因为有时候你为了工作你会发明一些技巧来应付你的工作。但是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对自己是非常诚实的。那我现阶段的练习这个可能只是半年到一年的练习方式，还蛮有趣的。就是我买了那个舒曼的2时情景。然后我有弹过。因为那本我没有弹过嘛，我就买回来，然后我就是要求自己每一首曲子，因为它的难度不难。我在还完全没有弹过的状况下，我完全不碰钢琴，我就看谱。然后幻想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我要求我第一次弹就要把它很完整的弹出来。所以这是我现阶段的练习。你是好另类哦，好另类的方法。对，可是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练习方法，它可能跟我前半年的练习方法，它是我前半年的练习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练习。所以你前半年是怎么练的？前半年我发现我弹琴练琴练太多，然后我发现如果你的手指一直在琴键上面一直在慌乱的移动的话，其实它对你的成长反而是不好的，所以它激发了这样子的练习方式的出现。然后我又在一些书当中得到了证实，就是说其实他们有一些成名的钢琴家，他们其实是不需要真的坐在钢琴前面练琴的。那我如果说这样讲说，如果说是你这样子看谱其实是在思考。对，所以其实练琴，我以前觉得啦，以前我还比较认真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就算花8个小时一直练，比如一句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吹练好，或一首曲子我吹1000遍它一定会变好。对，这个是很多人的想法。对，可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或自己想一些思考多一点，我用100遍就可以练好。对啊，对，所以说你说看曲子，看等于是看曲子，对，看曲子，然后在脑中想象。那脑中想象又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你想象那个声音，就是你每，而且钢琴又同时有很多声音，所以你每一个声音都要想象得到。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升降稍微多一点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其实你如果不弹钢琴是听不到的。对，所以就是逼自己就是要把它想出它的音响效果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第一部分，第二部分是你的动作的想象。对，就是你
想象你的手指等一下会怎么样翻转啊，怎么样，就是先把这两部分的想象都完成、嗯、而且你们也要设计指法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们跟其他长笛不太一样嘛，对，就是哦，所以其实你等于是思考的时间也占很大一部分。对，哦，那你这样子练习练了半年下来，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？嗯，就是我开始可以弹巴哈比较多声部的东西，以前是完全没有办法弹。可是我们很多小朋友一开始弹就会弹巴哈啊。那、因为我可能我的钢琴教育就不是科班的。嗯，所以小时候应该也小时候什么创意曲什么都是弹到二声部而已啊。二声部那巴嘎巴嘎嘞，巴哈巴嘎巴哈总共有几声？就是哦，我目前看过最多好像是五声部吧，钢琴来讲。嗯嗯，对，因为它后面的副歌那些其实非常的复杂。对对对，所以嗯，好，学海无涯。对、啊，其实我们谈一谈其他的东西。然后再回来谈巴哈，其实我是真的蛮喜欢巴哈这位作曲家。有，我知道你非常对他非常的崇拜，我是 很怕他啦。就是我小时候很讨厌他，就是留着白头发的一个讨厌的作曲家，然后做一些很难，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八分音符一堆，可是怎么那么难弹啊？就觉得很枯燥。可是老师又说你一定要弹这个。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弹，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趣味。一直到后来我们有作曲式分析，然后才再回去看巴哈东西。然后到大一点有一些人生经验，在心情很混乱的时候，忽然练巴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所以其实音乐就像你讲的说，高中的时候觉得很灰心，所以恋情会有一种他，我觉得也不单纯是发泄啦，嗯，他可能是在调和我们的心情，嗯，就是让我们的情绪就是不但是稳定，而且是回到一个比较自然的状况，就是没有，嗯，我并不觉得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浪漫啊，或者是什么特别有快乐的感觉，嗯，我觉得恋情对我来讲只是让我就是平静下来。嗯，对，所以你会鼓励一般，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想要学钢琴，不管他几岁。对。可是常常他们会不敢开始。对。因为他会觉得啊，我这么老了。对。手指都硬了。对。而且很多老师也会告诉我们说，手指长大硬了会很难弹，很难练。那你的观点？因为我知道你有在教学。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。完全没有吗？完全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一大福音呢。应该只是说，我觉得你要叫一个台湾的小朋友，嗯，在小时候，我们讲一个遥远一点的东西，讲法文好了。嗯，你叫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去学法文，跟你叫一个三十二岁的人去学法文，嗯，我觉得他们学习的速度会是一样的。嗯，甚至那个三十二岁可能还会学得更快一点。可是为什么会？有大家会有一些想法说啊，你看学英文要从小开始，学钢琴要从小开始。我觉得是关键，真的有差异，就是在于说小朋友比较不怕挫折，那大人比较容易被自己打败。哦，对，会想太多，像他们要不要开始这件事，就已经想这么久了。对，那可是你没有开始，就不可能有结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大人就比较功利，他比如说他现在练，他就希望有一个成果。可是其实钢琴乐器最不能这样。对耶，我都想到，任何一个东西呀，啊，如果像我们这样子从小这样练上来，都会很好。对呀，啊，其实任何。而且现在你想学什么其实也都不迟啊，我们啦，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要学一个什么新的东西，嗯，其实现在开始都永远都不迟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走过了一种练功的过程，就很像以前少林寺的那一种。对，所以如果有那种练功过程，任何的东西都可能一定可以达到某一个程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是啊。对，可是达到某，我觉得达到某一个程度后，困难才开始。对，就以我来讲，你想学钢琴就去学啊。对，因为一开始真的是最单纯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错，也没有任何人用专业标准要求你说你弹得怎么样。对，那可是到了某一个程度，我相信你碰过瓶颈。
哦，我是随时啊anytime 随时都有瓶颈。对啊，随时都有瓶颈啊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，我们来聊聊看怎么样突破瓶颈。